看这个是买过年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很多很多，还有一些小铜碗。所以你要买什么，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了，但是你要自己要会找。有去对，还要会沟通，对啊。那我上个月是带那个原住民、那新住民的小朋友他们来，对啊。因为他妈妈是越南人，对啊，他们自己就会杀价买东西的这样。可是你买少，可能机会不大啊，因为这买批发的才有机会啊。他们的古城门，然后越南河粉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奥带，就是越南的旗服，对，传统服装，对，结婚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还卖啤酒的啊，对啊。